西子湾旁边的台湾海峡。现在的位置是中山大学学生活动中心的校友会馆，正前方有大船要入港，正前方旗后山，再过去呢是旗津，有一张漫画画的就是正前方这个旗后山这边，那两山之间的那个就是高雄港的北端。在前面看到的是中山大学读书资讯大楼，那校区这么广这么大，正前方还有先总统蒋公的行馆，这是在中山大学校园内。再往柴山，然后那边还有校区。在前方的海滩那边就是西子湾的海滩，这海浪有点大哈、哦。